兵，请看新兵进行曲。叫你机车班长，我奇怪为什么人家叫我机车班长，都没人找我拍机车广告。敬你那个是谁啊？蛮帅的哦。不知道他谁啊？那就是没有拍到机车广告那一个的机车班长。观众以为我们这期还是会伏地挺身，我们不会。那我们要玩什么？我们今天仰卧起坐。错。为什么？我们今天根本不加码。我想伏地挺身。开始。名模加码赌注体能赛马上开始喽。新兵进行曲，走位！来，我们的长腿名模王一平，哎呦，时尚辣妹吴文萱，看到她就是想到那个豆浆那么白了，哎呦，好漂亮，白雪公主。上次你看看她跟你的肤色，没错，我们调整会过去。欧美流布，教娃这样子。我在这边要问你一件事情，今天呢，我们的题目是跟记忆有关的。每个人现在开始把时光倒流，回想一下，我们从小时候到现在，有没有人帮我们取过什么样的绰号？我有，爸妈就说帮他取一个比较难听的名字。哦。比较好养，比较好养啊，对对对，就叫飞骨，他的意思就是丑陋的男人哦。但是，哎，好贴切哦，真的。我比较想知道这两位美女，文萱，文萱，文萱。哦，我的反差很大，我的外号叫猪，心梅姐帮我取的，吃比较多嘛，因为我吃很多很多，我很会吃。我小时候叫竹竿跟长颈鹿，然后到了高中以后就变成奶瓶，哦，对，奶瓶，硬瓶，就变成奶瓶。我以前有曾经也叫阿弟哥哥，也是跟他一样，就是竹竿。我以前很瘦，然后国小国中的时候算高的，我发育比较快，可是我高中以后就没有被人家追过了，一公分都没长。高中以后就一公分都没长。真的，我们都是一样，我也是那样。国中就在等阿弟哥。对，啊你嘞？我说，他不需要介绍。其实今天呢，我们很多的为什么要叫你们回想，就是要激荡一下你们脑力，是帮助你们的记忆，回想一下以前的事情，是激发一下你的脑力啦。好，今天呢，我们要进行的就是呢记忆大考验，赶快来看今天考什么呢？记忆翻牌大 PK， 每次各翻两张，翻出相同人物或对应事件即得分。翻对继续翻，翻错换人翻，比看看哪队翻得最快又最准哦。第一回合开战喽！艺人，在演艺圈都有名副其实的代表称号，请你帮忙配对。就像魔鬼班长，不用说，我就知道是姚元浩的啦。欢迎光临记忆大考验，我记忆你考验。对，三线的队伍马上介绍我们的香池队，有我们漂亮的香池，超级辣妈文萱，辣妹，以及我们可爱的爱晨。紧接着介绍我们的元浩队，有我们斗牛士元浩，以及身高非常高的影评，还有可爱的道远。两队欢迎你们，这边是长得非常的高，但是希望呢，你们的手气也要像你们这样这么好，好没错，一定会，加油！你今天是要来九万的，是不是？就让你翻不到，来，两队听清楚了，今天呢，我们要考的记忆大考验是什么呢？就是呢，艺人的封号记忆大考验，艺人的封号，比如说周星驰，我们都叫什么？喜剧之王。星爷，星爷，好不好？星爷，元浩队准备进去翻牌。Go！ 元浩队，请翻牌。哎呦，五秒，四、三、二、一。这家莫非是魔鬼排长设计的欺敌战术？相辞队的。今天呢，我们要考的记忆大考验是什么呢？就是呢，艺人的封号记忆大考验。艺人的封号，比如说周星驰，我们都叫什么？喜剧之王，星爷，星爷，好不好？星爷，元浩队准备进去翻牌。Go！ 元浩队，请翻牌。哎呦，五秒，四、三、二、一。怎样？那张照片舍不得翻走，就对，要命哎！看人家这边跟你好像哎，其实我们刚刚翻牌的时候是这样翻的，我也是这样想来。多久？香池队，请准备。好。
Ready Go 30秒而已吧。大家一定很想知道，香子队在这一回合用掉的分钟，用掉的时间是多少？秒。香子队在这一回合用掉的时间是1分钟11秒。蛮快的，蛮快的，好不好？魔鬼排长现在他出去外面，大家都对他疯好是真的，真的。哎。哎，雷魔鬼一白，他连去修车，人家也是这样叫他。阿郎怎么？人家怎么叫你？机车班，机车班长，机车班。哎，奇怪，为什么人家叫我机车班长，都没人知道我拍机车广告啊？好奇怪。不是要利用我们自己节目，是变要跟厂商这样子讲，不是这样子。你们想那个名词很怪嘛，对不对？第一回合现在攻守交换。元浩队加油了，好不好？他们时间还不错，蛮快的，1分钟11秒。是，好，我对你们是有信心的，来吧，好，加油！喂，香子队准备进去翻牌。来，香子队请翻牌。哎呦，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来，元浩队请准备 ，Ready。学友，学友，歌手刘湘慈，美丽的士官长，台湾兵棋部，王彩华，下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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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哦，汽车班长啊，好。蔡依林上面，蔡依林上面，对，男杀手，男杀手，蔡依林，国民歌王，下左下，错，国民歌王是周华健嘛？国民歌王是红龙红，红龙红，周华健，然后梁静茹，梁山伯，梁静茹，中间，亚洲小将，周杰伦，亚洲天后，终于可以答对，时间到，一个月很厉害哎，点评这次真的还蛮厉害，好厉害哦，我不想让元浩他们这边。我们都是分工合作的。好，在这一阶段呢，大家很想知道元浩队用掉的时间，总共的时间是用掉了59秒。大致上应该没什么问题，没问题，好不好？对，蛮近。就是那个敬礼那个孩子，那是谁啊？还蛮帅的哈，真的好笑。我知道他谁啊？他就是没有拍到机车广告那一个的机车班长。不要说没有拍到，是还没有拍到。第一回合两队表现都很好，现在马上进入第二回合攻守交换。台湾农产品么么喜，请艺人将地方及其名产做配对，像是澎湖最出名的就是丝瓜啦。看官们懂了吗？懂了，咱们开始玩呗。第二题的题目有点难，我必须要告诉你们，所以你们自己要好自为之了。我相信相似，有点难，为什么呢？他的历史地理都是一把照，漂亮，小老师来着的了，很厉害，真的。可是我们有三个队员，你要发挥一点作用啊！我会把板子尽量的翻开，让你记好。腿短跑的可是很，可是这么高的你翻得到吗？我就有翻过啦，不错，你们已经分配好了每个人的任务，对不对？希望你们能够圆满的达成任务，好不好？第二题的题目比较难，为什么难呢？我们要考的是台湾的名产记忆连连看，很简单，比方说很简单，很简单，对啊，哦，元浩队准备进去翻牌，元浩队请翻牌。什么？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请翻回来。哇，完蛋了！
不错不错哦，希望你们也觉得很棒，棒不棒？下次我翻好你要看好啊。他们再次眼睛来不及，讲什么他们都已经没有办法听进去了。不要这么讲，好吧？既然是这个样子，箱子队请准备。Go， 北浦，北浦，还有视频，你怎么知道？派马里，派马里，很有名，很有名。隔壁，隔壁，金针菇，花海，哇塞，花莲，花莲，成功了。花莲就成功，旁边，上面，下面，对，金鸡，金鸡，三峡，宜兰不是葱油饼吗？随便，随便，随便。随便，很准，放回去，放回去，放回去，我来翻了哈，看好，慢，下面，上面，上面，上面，错，请放回去。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东西啊？你要给我们看啊！深海巨鲨，哎，洋葱在哪里呀？错，我曾经讲过哦，很准。哎呀，洋葱，花莲，慢波鱼答对，他会呢。三峡，错。不愧是妈妈，太厉害了！眉山不是赞美，上面上面上面，随便随便随便，你刚翻错了。口湖错，下面下面上面，右边右边，柴鱼错，加油！乌鱼子，快点啊！错，三峡，随便随便随便。龙井茶答对，哎呦，还有什么用哦？口湖。错！哎呀，葡萄啊！葡萄。对，成功，不要翻上面就对了。柴鱼答对。对，这好难，对吧？幸福的蒙对了好几题。箱子队呢，在第二回合用掉的时间是1分57秒，有机会，不错，不错，没有很长，还不错，因为真的很难。对，在这边呢，跟大家讲一下，其实不难，非常简单。乌鱼子，谁知道乌鱼子在哪里？口湖哦，口湖，对对对，是在口湖在哪里？在哪里啊？你看，口湖在云林县口湖乡，乌鱼子俗称 Okina。每年冬至过年期间是乌鱼子的盛产季节，口湖的乌鱼子非常的味美。眉山，眉山产的是爱玉，这个要特别讲一下，好不好？爱玉子，因为呢它的气候和土质非常适合爱玉的爱玉洞的生长，所以呢产出来的品质深受市场的肯定，很棒的东西，好不好？这个地方我觉得都是要知道。这一回合呢，我觉得箱子队表现的也不错，时间没有拉到很长，对对对。元昊队也希望你们加油啦。OK。第二回合我们马上攻守交换，又换到了我们的元昊队，是，好不好？是。他们的成绩今天很不错啊。对啊，两回合到目前为止没有到两分钟的，我觉得算是很难得的啦。再讲给你听。我觉得我们今天翻九好有很大的希望。来，箱子队准备继续翻牌。箱子队请翻牌。古坑咖啡，咖啡我看到了。5、4、换单主角，2、1，蛮简单的。元昊队，快，请准备。我们再多聊一点嘛。Go！ 哎呦，咖啡，古坑答对，蓝鱼，飞鱼，错，不是飞鱼，蓝鱼是飞鱼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飞鱼，蓝鱼答对。哎呦，东石，东石乡，东石乡，中间，中间，中间，对对对对，答对，漂亮，你真的还说对了。红豆，红豆，下面，下面，下面，红豆生南国，找南国，南国在哪里？随便，随便，先看。乱开答对，还可以红豆，红豆在哪？回去，回去，回去，回去。错。洛神花，不是的，没办法了，红鱼，错，有惊喜 ，I like it， 哎呦，红红红红红，谁在？四重溪答对，哎，你太厉害了，哇，你这边到什么溪？你根本就是在吃什么？岐山呢？红红会不会是香蕉啊？岐山香蕉，有可能，可能呢？不管，错，还说对了。洛神花，金风香答对。澎湖之光，澎湖，澎湖，刚澎湖撞哪里的？啊，对啊，澎湖这边。澎湖，澎湖，丝瓜答对。东港，东港，东港，黑尾，黑尾，在鱼旁边，在鱼旁边，在鱼。你提油爱心滋润手气。
果真不一样，但好运真的会延。居然还说对了。洛神花，金风香答对。红虎之瓜，没有没有。红虎，刚红虎放哪里啊？对，红虎这边。红虎，红虎，丝瓜答对。东港，东港，东港，还有尾鱼，还有在鱼旁边，在鱼旁边，在鱼旁边，在鱼旁边。尾鱼答对，快端完。东港红枣答对，时间到。哎，乙兵很厉害哎。哇，哎，你我们这样子很 lucky 哎。有这两个，你是梦到的还是？我跟你讲，尹平真的是厉害，好厉害，他几乎都对，他连鸭蛋都知道，没有对鸭蛋，而且他翻完他很有自信，他没有等老师 Q 那个答对音乐，他马上就对，导演好几，导演好几个翻完再听，表示他不确定，对，他不确定，他长得这么漂亮，一定常常人家约着车子开就出去玩了。或许是这几个礼拜才刚环岛回来。你怎么知道？搞不好他也吃了鸭蛋。大家一定很想知道，这一回合元昊队用掉的时间，总共用掉的是1分33秒，非常的不错哦。蓝宇的飞鱼啊，其实它是有体型大小之分的。我本来就有看过三种体型，是哪三种？有像林导演这种体型的吗？哦，那种没有，那个是应该是突变的。喂，飞鱼是真的会飞吗？会啊，会飞，它是在海里面这样飞。对。下次我带你去看，它飞起来的时候就把你推下。就是，不是，听我讲，这些鱼就是在飞起来的时候抓住嘛，是这样子吗？你完全不理会它，把你推下。没有，因为这样，它都是这样子对我的，我没差了，习惯对不对？好，跟这个全国的观众朋友报告一下呢，这两回合两队所用掉的成绩。好，在这边报告一下，元昊队用掉的时间是2分32秒，湘子队用掉的时间是3分08秒。我们输了，你还说厉害，已经很厉害啦，有你在，这样已经很厉害。不过我说真的，虽然输了，我想应该都有上到一些课，好不好？至少认识了我们台湾很多的这个名产，学到的很多的名产。其实我们这个单元做过很多，很多人的名产都想说。大湖一定是草莓，其实或许还有很多是别的啊，有名的，对对，不一定是农产品，搞不好是观光业，都会出现在我们的大湖地里面，好不好？我们的题库很多啊，都是台湾，都是我们的资源。好，元昊队呢，我们恭喜他，马上进入奖金翻翻看。奖金面板上20张牌中，共有1到9数字牌各一张，其余10张皆零，请获胜队伍分别翻出5位数奖金，最高逼近10万元。不知道他们的手气是如何，不好。各位，我想这个我们不用解释，但是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还是要讲一下，个十百千万，从个位数字开始翻牌，翻出什么号码就是什么数字，好不好？从0到9，最小是0，最大是9，就这么简单。好，剩下就看您的了，好不好？来，元昊队。各位数字谁先翻？我先翻。李优，你今天为什么要先翻？你以为你穿斗牛士的衣服就可以先翻？喂，踢卡了喂！踢卡挡球，踢卡挡球。我发觉爱子是他的新宠物哎。好，是你们要把他换成以后你们跟他同队。可以啊。哦，其实哎，你想趁着这个机会把我踢过去是吗？对啊。明显的，好了，来各位是不是谁要翻？我先。好，来。有，帅气的，想都不想哎。哎，有真的吗？帅气的翻了一个零，有什么用？对啊，耍什么帅？帅气不能当饭吃，还不是要翻到零。他看到零，他很多广告啊，真的。来，10位数字，影评。感觉手气也是不错哈，没有，刚环岛回来的朋友手气应该不错，没有，零，真好，手气好。哎，我觉得影评今天是很幸运 ，lucky 的呢 ，lucky。他留在最后。其实爱情好的人呐、啊，有时候那个手气会比较不好。我爱情并没有不好，并没有好，并没有不好，最近最近到底是好还不好？不好啊，没有好、啊。来，100位数字。哎呦。感觉好像看起来好像一个动物哦，青蛙还是什么？哎，来来来，胖啊！我跟你说啊，哎，上一次我们不是赌那个加码伏地挺身吗？对，观众以为我们这期还是会伏地挺身，我们不会。那我们要玩什么呢？我们今天是玩仰卧起坐。错，大家以为我们加码都是伏地挺身。对，结果你说他们不晓得我们改成仰卧起坐。对，错。为什么？我们今天根本不加码。
很重要啦，你不要乱讲。桃园的林北北，你看他多想念。林北北好。对呀，对对对。加码吗？要吗？加码要吗？我们很为难呢，他快扣印了。我们当然想要加码，可是我不知道他们愿不愿意做。我看女来宾啊，对不对？福利挺身，林北北问你愿意做吗？不是，是仰卧起坐。哦，仰卧起坐愿意做。他怎么做啊？哦，当然不愿意。哦，他不愿意。林北北，他愿意了，嘿，全家。紧接着来到千位数字，我觉得你们很幸运，就能猜不到他在哪。哎呀！加油 ，OK 了。你怎么写的摸骨的了？考虑一下这两张嘛。对，这两张，你锁定这两张。对啊，你让我感应一下。来吧，来吧。好，来。2000块钱，还不错哦。不错。马上，我们来到万字了。刚才呢，我们说加注仰卧起坐。对，他不愿意的话，我来做好了。你知道我 OK 的。你又在观众如果喜欢他的话，那个杨北北说不想看你做。说得好，你看我是不是跳出来？他想做了。你这张逼他的这张声东击西吧，策略还不见得是我们做，搞不好是以平做啊。所以这边如果没什么玩，翻到有数字就我们做，有数字好啊，好啊，没数字就你们做。如果输了，连主持群你要下去。对，好，一定要。艾辰呢，就要交互蹲跳，或者是福利挺身，可以，我 OK 的，一定要，好不好？那如果是你们这边，道远跟元浩也要做，好，好不好？反正你们不管输赢，我都不用做。你要选的，你选一边站，你要选哪边？我干嘛要选？你要做一边，我选，好。这很好选，我完全跟翻不翻到数字没关系，反正要跟艾辰同队就对了。加油，零！你快点啊！点啊！他在看我们的眼神哎，他真的心机好重哦。你不要再看我的眼睛。我也好紧张。你给我快点！哎，怎么会有？应该没那么远吧？三九。在这边，我做错了一件事情，我竟然输了。好了，各位，这一回合的奖金，刚刚看的是我们的元浩队得到的奖金，总共是2000块钱。在这边呢，还是把我们的2000块钱的福袋颁发给我们的元浩队。好，我选择，我个人选择的呢，就是交互蹲跳了，好不好？来，现在交给你们了。那毯子要拿出来啊。毯子。毯子拿出来。毯子拿出来。毯子拿出来，那要插电的吗？没有，可是我想换，我想换，我想福利挺身。你想福利挺身？因为仰卧起坐，我这裙子不行，不太好。那你再好，那你想福利挺身是不是？对，我福利挺身。那你在前面福利挺身，我到后面去加入这个。你们很奇怪，是我先说交互蹲跳，我又不是他讲完我才讲。不是，我刚刚说叫你先交互蹲跳，你交互蹲跳完以后，我再福利挺身。好吗？我们是这个意思吗？好了，赶快进行你们的那个体能训练吧。我们都好想看，开始。一。在这边恭喜我们的元浩队得到2000块钱的福袋。也希望各位观众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。每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半到8点钟，欢迎继续收看我们的《新兵进行曲》。